别误解啊，桃就是摆设啊，来馋你们的，我来打个卡。果冻再给你们讲一下啊，果冻你们收到货前4天是睡前喝，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喝啊？我这回是准备要睡觉了，所以来一条果冻啊。然后到第5天开始，中午喝一条，晚上睡觉前喝一条。中午是饭前，然后晚上还是睡觉前，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喝。喝的时候记得细嚼慢咽，喝完以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啊。白天的话，尽量就是能多喝热水的，尽量多喝点热水啊，多喝点热水，加快新陈代谢啊。再就是生理期啊，生理期你们痛经的话就不喝，不痛经正常喝。还有一点就是你们生病了啊，有的人说生病了我要吃药，能不能喝果冻？可以啊，你生病了吃药，只要和果冻的时间隔开就行啊，隔到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我来一条啊，果冻记得细嚼慢咽啊，吃的时候。吃完以后，喝一杯温开水啊。果冻还是79.9块发酒喝啊，喝完了以后你们早点睡觉啊，晚安，拜拜。